情花永不再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这前世今生的水师傅的耳朵不好了对不起对不起。2002年2002年走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亡人啊，就是过世的呀。对，过世不要说生肖的，说名字。梁翠梅。梁什么？翠梅。翠英。梁翠梅。梁翠梅，梁是木字边旁一个梁吗？三点水。三点水。梁祝的梁。梁祝的梁。梁翠梅。哎呀，好高的。下面。在地府很不好，明白吗？你应该做到他的梦里，他回来看过你们一次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你们跟着师父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师父以后啊，真的晚年可以保你们开开心心的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很多人现在其实早就要走了，就是师父这个气场接着他，所以你们要好好修，你们爱护师父啊，师父真的能保你们的。你知道师父为什么要收这么多弟子吗？实际上，一个我让观世音菩萨收你们，第二，师父收了弟子之后可以给你们加持，一般的小的都可以慢慢的孽障都会去掉，而且。如果你就算命该绝，你就算出车祸，你看我一个徒弟，他正好是一个大劫，他车全部撞得烂了，两个人居然从车里走出来，人家不奇怪，全部都是。讲完吧。师父，请问，台长，请问我也。需要为我妈妈念几张小房子？你给他，我看一下啊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妈妈的形象，衣服呢穿的不算太破，但是呢是丝绸的，但是很旧。走的时候呢，你们给她换的是丝绸的这种寿衣，黄的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。你一点不像你妈妈，你像你爸爸，对不对？所以台长都看得到，所以你们都见证。我告诉你，你给你妈妈要念84张小房子，你念到50几张的时候要特别快，因为50几张的时候她可能会偷人。我刚刚看到她脑子里老想着你们的老家。你们的老家有红砖大院的地方，我看到边上有一条河，你们的老家房子啊，不是高楼大厦的，就是老家呀，老家不是说他住的房子，就是农村的，过去农村的房子。有没有一条河啊？没有，前面有个过去。过去不就河吗？河不就过去吗？还是 driven 的。好了，给妈妈赶快念，念到50几张的时候要特别快，就是50几张的时候不要念50几张少。我教你们方法啊，因为有时候他在地府的时候念到一定的数量，比方有30几张、40几张，非常有可能要投人的。他经常在活着的时候想念家里的人，念到40-50张的时候，他特别容易投人。所以你们念到这个时候要给他一下子烧。30-40张，听得懂吗？他就一下子可以拖上去，否则的话他就会留恋人间，他就会投人，明白了吗？好嘞。哥哥帮我念小袋子，有吗？可以，你哥哥你念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啦。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的身份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你也不好好念经，还叫你哥哥念，你这么孝顺啊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念了？会念的，你现在念了没有啦？我
才开始要念经。来人呐、啊！好了，下去了。